老师打学生，学生打老师，甚至校园打群架，校园斗殴事件在中国各地时有所闻。26日又传国中学生杀人事件，湖南省贵阳县一所中学里，两名学生在教室嬉闹发生争执，其中一人情绪失控，挥刀刺向学生，刺中心脏，校方将伤者送医并报警，但学生仍然伤重死亡，行凶学生已被逮捕等候调查。